好衣服了。在干嘛？开箱包包。这间咖啡厅呢，它还有个楼上，其实蛮漂亮的，有港口。然后呢，风很大。从樱岛大桥过来的话，坐公车15分钟吧。然后，我已经不想理我的头发了。反正今天有点冷，我要下去了。你可以说一下你刚才干嘛吗？卸指甲。他在一间超多超多人咖啡店，我买它。人超多的。你要卸完吗？这边都好。旅测，我们现在走在樱岛大桥上面，好冷，你不冷吗？我不冷啊，你很冷。有没有幸福的感觉？有，有肉就不用男朋友了。我也回到宿舍了，我会把那个咖啡厅还有烤肉的网址发给我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只是那边咖啡厅有点吵，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的人有点多。拜拜，下次见。